开个 OW2 吧。那是什么呀？OW2 到底是什么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它是玩什么类型的游戏？真不懂。它是电脑的还是手机？我真不懂。然后这边大家可以注意，就是你有然后道具记得不用不要，你可以继续吃。就是不要觉得说哦，我有道具，我现在道具有了，不需要再吃道具，这样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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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防御，哇，这个蜂蜜罐头，真的是，池城很讨厌蜂蜜罐头，尤其是又甜又咸。看你多会防御，看你娘，别崩落来！哇，看你母啊，崩袂落来你啊！我服，铁甲啊干，没有按到，幸好有那个天使，所以哎呦，他这一台车其实很容易吃两个道具，很容易，所以你看我这种新手哈，到吃这种两种道具多方便，对不对？车身够长。交给队友，我这不行。靠腰啊！队友加油！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。哎，对面是怎样冲到底是啊？太扯了！最近最热的游戏《斗阵特工二》，电脑的。你这样叫我会进去，没听见的。这种叫是不能听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开箱我们跑跑韩车最新的车子，们黄金嘛，应该过个两天都会出黄金嘛，不黄金，我们简称它叫黄金嘛，它的啊、哦，在抽奖的画面给大家看。我们今天抽了280抽，大概花了台币280抽，其实把3000电加1000电的话是4000电，大概台币1300而已吧。十个人的放烟火，真的呢？哎、欸，我 YouTube 也有。